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我去医治他。参考经文：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。我受邀主持一个37岁年轻人的葬礼，他死于芬太尼过量。多年来，他一直流落街头，并染上了非常严重的毒瘾。他平时常来我们教会，大多数时候都参加礼拜。当他不嗑药的时候，他可以与他人顺畅地交谈。我从他的故事中学到了很多。无论他的精神状态如何，有一句他经常挂在嘴边，我在他的葬礼上也重复了这句话。他说，只要在耶稣怀里，我就是稳妥的。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，他都有信心，知道耶稣会赐他恩典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这位罗马百夫长也对耶稣充满信心。尽管耶稣提出要去他家，但百夫长说，他知道只要耶稣说一句话，就能使仆人痊愈。他的仆人就这样好了。他知道仆人在耶稣怀里是稳妥的，哪怕他在很远的地方。耶稣称赞百夫长比他遇到的其他人都更有信心。我们也可以有充足的信心，向耶稣祈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无论我们需要什么，他都愿意来帮助我们。事实上，他应许会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可以相信，在他怀里，我们是稳妥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请帮助我们凭着信心向你呼求，寻求你的恩典和帮助。感谢你的垂听和回应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